多次。嗯，男的能因为这一句话就跟他离了，这男的可不简单。我听说这十年闲着没事儿去学习去了。这十多年老在老年大学学习来的。啊，都学啥呀？哎，学电脑。我这岁数的，这个退休时候没不会电脑。您现在学电脑干嘛呀？那手机，这个电脑查东西。哎，对，那对用手机学会，把这个玩溜了就行了。就是，那也玩不溜，这岁数也学不了，你学的没有忘得快。发微信行吧？行。对你以后跟人谈情说爱的，是不是？咱得会联系啊，是不是？那学电脑的时候啊，一个是老这个老干部与老年大学有个电脑班啊，哎，电脑班有都是这个副处以上的干部，岁数都跟我差不多，我就给人家这个跑跑腿儿。你认识这老干部的什么局长、副局长的，各办公室主任的，哎，这你认的，给印印材料，哎，给跟老师这个传达学生的这个要求。老年大学还有别的课呢，画画了啊，这个什么您都学了，都学了哦，吹葫芦丝，哎呦，文学鉴赏，哎呦，都学了。那您今儿准备表演个啥呀？什么也表演不了了，这。合着就是说学了十年，学了多少再还回去多少，对不对？压根一不弄那个呀，哎呦啊，老年大学我们那儿也有。您上了吗？我也上老年大学，学就跟着学学太极，太极班也有，啥都有，音乐班、美术班、画画班。说这画是您画的啊？是是是。哎呦，这是老年大学绝没白上，我跟你讲。画画班就得完成一礼拜交一张作业，哎呦，交作业一礼拜就拿这作业挂在头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我们四个人加起来，有人专门画叶子，有人专门画花，有人专门点那个心儿，我们四个人都画不出这样来。那你没学，你没上这，得学。你们谁行啊？哎，画画这事儿别找我，你颜色都分不清楚画的。这是您的摄影作品，摄影作品，参加过摄影的。啊，是在流水库，啊，哟，这好，这怎么拍的？手机还是相机啊？手机。哦，手机拍出这种啊，哎呦，真不错。画的挺好，挺好。要画画能画到这个程度，对文艺来讲，就是咱这个条件有限。哎，条件有限。